火车快飞让竹田驿站的美更加鲜活，岁月的痕迹在这里似乎不会就此定格。某撮给否茶脏有人文气息的灌浇，一旁的玻璃屋是嫁接着斑驳的红砖屋瓦向上延伸，像是建筑的隐喻，又像是明示，告诉我这儿的故事也很美哦。你好，刚刚在外面看了，我被建筑物吸引进来，我想这里的东西应该也很好吃吧？有什么东西是推荐的呢？你给我印象要吃鸡卵糕吗？还是中央菱角糕？鸡卵糕，嘿，啊，有耶，有一个白色的鸡卵糕，好吃的哦。有没有来看吗？好啊，很好。我也搭配一杯糕饼好了。哦，要糕饼吗？要糕饼的吗？要。醇厚的咖啡香飘散在这个像是花园的建物里，一切是那么静谧，舒服到在此歇脚停留成了一种必要，甚至希望时光能够暂停在这个瞬间。好清爽哦，不过啊，我觉得压缩才清讲哎，要比挑白黑马给啊。哦，亚比特白黑米虫啊，也要出现于一个跳底村。嗯，它在南部的客家人要钓对文化客家人，拢挺密，通个地下地方，各所以人都聚集起来，送到国外去。啊，原来亚比特白黑米虫啊！哎呀，该了附近的跳底村，还有星期一八都可以去行附近行行哦。真的吗？嗯，要不要带我去看看？可以哦，谢谢。一杯咖啡的时光，听了一个村落的故事，才刚刚接触就知道会永生难忘，因为它的名字实在太特别了。跳笛村这两个字读跳笛，稍稍解构就能够理解，这是当时六堆米谷的集散地，米的出入靠着水路，河口港边因此还有庙宇照看着在这儿的人们物丰民富，这虔诚的心意悠远绵长。亚比条白黑蜜虫这样的开场，让眼前的玻璃小屋像是换上华丽的衣裳，在透散的阳光下踏着美丽的舞步，转着浪漫的圈圈。